所有的校友啊，大家好！今天我们现在在线39人，这个今天的讲座呢，也是我们这个繁花硕果，摄影比赛、摄影会的这个其中的一个活动。我们准备举办几次讲座嘛，也是为了让大家积极投稿、积极参赛啊。完了前两次呢，如果谁错过了那个录像啊，在那个咱们南安省校友会的公众号里面都能找到。要是找不到的话，直接找校友会的会长或者找我都能找得到。第一次呢，我们是请的国内的那个 Tiger，他是讲的这个手机摄影，因为大家考虑到用手机摄影还是比较多。第二次呢，我们自己的校友，八三级的电机系的王布谷讲的这个照相机的用单反的这种摄影。他那个其实内容就比较全一点，比较深。但是呢，他讲起来比较风趣，大家也都很容易懂。后来他又把他的讲座又做了一些充实，放在了他的 YouTube 公众号里边。所以，大家在看他的讲座的同时呢，也可以再去看看他的公众号里边，他把那个讲座为蓝图又充实了，分成三四个这个 video，大家都可以去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呢是八四级建筑系毕业的，崔立军同学。为什么请他讲呢？因为说实在的啊，我上学的时候真是清华其实就是一个理工学院。文科几乎就没有，大概83年才有恢复了英文系吧，还有中文系什么的。当时好像文科的课呢，就有一个西方音乐概论，大教室在东街挤得满满当当的。那么这个摄影呢，其实是艺术方面的一个分支哈，但是这个艺术方面的这个基本教育。如果你比较缺乏的话，美学的这种教育比较缺乏的话，总感觉你在摄影的时候你会缺点什么？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就比较漂亮，就怎么就这个美了，对吧？这个你怎么能够发现这个景致，摄影师能看到的，为什么你就看不到，对吧？所以我们就想。请这个崔立军同学，他们作为建筑系的同学呢，他们在视觉艺术方面受到的教育肯定比我们是要更专业，这要更多一点，所以请他来给大家讲讲这个视觉艺术和摄影。崔立军84年进入的清华建筑系，后来毕业之后呢，一直在建筑方面是在做，他曾经在深圳的这个新闻中心、文化中心大厦的这个建筑方案竞赛中获得第一名，后来这个他的作品也真正建成了，成了深圳市那个地标的之一吧。那么后来进一步的职业上的发展呢，他现在是叫 Westerly Development 的公司的合伙人，Goldstone International Inc. 的总裁。他在规划设计啊、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领域大概做了30多年了，是也属于资深的房地产专家。现在在大多伦多地区呢，做地产项目的投资开发和顾问咨询服务，在中国参与过很多大型的综合房地产项目的开发，是这个建筑业很知名的操盘手，管理操作的许多项目都成为市场的畅销和明星楼盘。屡获殊荣，其中包括三亚湾皇冠假日酒店，大家都记着啊，回国的时候去这几个地方看看去，北京星河湾、北京财富公馆、金地明京、北京龙湾别墅、北京奥林匹克花园、北京首城国际中心、北京首开常青藤、北京领袖硅谷。他目前在安省 Ajax 地区投资操作了高层住宅综合体项目的开发项目。也曾经在那个 Young Finch 那儿有一个，哎，我前两年还听过这个 M2M Condo 的项目做开发顾问。今天呢，我们就请他来讲讲这个，
摄影视视觉艺术跟摄影的这个关系。现在我们就把屏幕交给崔丽君，我们还是在最后的时候，大家有留给大家时间做提问，好吧？谢谢，崔丽好，君，谢你谢可以，猴哥。哎。我 share 一下 screen 啊。你能看到，没问题。没问题哈，好。好，今天谢谢大家的时间哈，来参加这个分享。我是崔丽君，很高兴呢，能在今天能够跟大家做一个视觉艺术方面的探讨。和这个摄影方面的这个交流，我把这个，我这个屏幕这个，我给移一下，挡住这个东，挡住了都。哦，没有，好。我们看的挺好。哦，你们看好，因为这里边东西可能挡住我的屏幕了。啊，好。我们在清华呢，所受的教育呢，一般都是这个专业教育。因为所有能够到清华读书的同学们，一般都是比较优秀的人哈，所以在清华学了许多的专业知识，所有的这些专业教育呢，都在培养我们一种理性的素质。理性素质是在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素质，因为它是决定了获得生活幸福的这个一个基本的条件。那我们通过这个多少年的这个理性教育。这专业教育呢，我们能够培养一个非常清晰的逻辑，很理性的这种思维，而且在专业知识上显示出这种渊博，而且在专业工作中呢，也能够积攒不同的经验，然后能够显示出丰富的经验。但是呢，实际上作为一个完善的人呢，我们还需要有另外一种教育，就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感性素质。这种感性素质呢，它能够使我们能够体验人生幸福的这种感受。感性素质包括是反映出什么呢？一个是对于生活、对于一些美的这种敏锐的这个捕捉力、感知力，然后他的思维呢，他是这个发散性的或者是跳跃性的，非常的感性，而且他情感会非常丰富，他对这个事物的观察非常细腻，然后体验也会非常的这个细致，而且他对于各方面的这种需求，尤其是在这个内心的需求和这个情感上的需求会显示得非常的丰富。我们往往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太限于一些现实的生活，我们可能会受现实生活的一些困扰，会产生一些烦恼。但是如果我们要多一些这种精神生活，我们能够发展我们的感性素质呢，我们就能够适当的脱离一些平时繁复的这种物质生活的这种凡俗的这种束缚吧，然后使我们的境界能够得到提高。所以呢，作为一个完善的人，我们既要有理性的素质呢，又要有感性的素质。我看这个怎么。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带大家呢，在这个按照时间轴的顺序，去在整个西方视觉艺术的发展的长河中呢，去遨游一下，然后去了解一下不同的这种视觉艺术西方发展的这个流派，然后同时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摄影的一些东西。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什么叫视觉艺术。视觉艺术是由两个字"视"和"觉"组成的。这个"视"实际上就是指眼睛，我们平时所观察、所注视的东西；"觉"实际上是指我们的大脑，就是说我们的觉醒、明白，能够就是从眼睛所看到的东西，能够感知到一些东西。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古人有一句话，就是对感知能够自强。自反者是觉知范式。我们通过对于眼睛的观察，观察平时的生活，然后反映在大脑中，会形成不同的观念，然后激发我们内心的一种知觉。所以呢，视觉艺术家从这个
一定的意义上说呢，他一半是诗人，一半是匠人。为什么呢？作为诗人，他需要对于生活非常敏锐的捕捉，然后他捕捉平时所看到的事情、所经历的事情，他会激发他内心的这种感觉，然后他再用他这个一种艺术语言给表达出来。所以呢，视觉艺术家他对于生活的捕捉之后呢，他会用画面来表现出来，同时又是匠人，匠人他需要有就是很坚实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技能，所以作为摄影师，他也要掌握一些基本的技能，然后他能够在这个技能的基础上把这个画面呈现得更加完美。所以我们说呢，真正的视觉艺术家一半是诗人，一半是匠人。平时大家也经常会遇到，就是生活中一些现象，就是可能经常路过一些地方，但是呢，对于某些东西并不敏感，没有看到，就是我们所谓说的这个视而不见，或者是熟视无睹，这个就说明我们在这个感性素质上的培养还不够，就是我们的这个捕捉力还不够敏锐，或者我们内心的这种共情能力还弱一些，所以呢，会对一些平时经常见到的一些东西，反而会产生不了感觉。所以呢，我们要多学习这个美学，培养自己的美感，培养自己对于生活的这种观察和感悟力。然后视觉艺术呢，在这个维度上呢，分为二维和三维。一般来说呢，视觉艺术是以这个绘画为主导的，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视觉艺术的发展的长河中呢，基本上都是以绘画作为一个主导的流派，然后带领其他的这个艺术。当然了，建筑艺术是在视觉艺术中非常重要的，而且建筑艺术呢，它是集这个各种艺术于一大成的一个艺术，实际上它也是一个文化的结晶。所以呢，在绘画的这个发展，它也会直接反映到建筑领域，反映到一些其他的这种相关的一些领域。那么在二维的这个视觉艺术中呢，那就包括绘画、摄影、电影、版画、书法，还有这个平面设计。在三维的艺术中，这个种类就非常多了，而且随着现在科技的发展，这个种类就越来越多了。我这里边就列举一些例子，比如像雕塑、建筑、陶艺、舞台艺，就是表演艺术，还有这个工艺美术，包括时装设计，包括现在很多新的一些这个就是这个艺术种类，什么人体艺术啊、大地艺术啊等等，这些很多的艺术种类都是在三维的这个视觉艺术中。那么，在这个不同的时期，以西方为主导的引领世界这个艺术潮流的这个视觉艺术，它在不同的时期都呈现出什么样的流派呢？那我就按照时间的这个轴的顺序，给大家呢做一个介绍，让大家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呢，能够在这个体验这个不同的艺术流派的诞生和发展，而且跟随着我们这些伟大的艺术家去看，在他们眼中，他们所看到的世界，他们所描绘的世界，而且他们所追求的一种世界。那最开始就是原始的艺术就起源于这个就是公元前的3万年到10000年之前吧，从旧石器时期晚期就发现了这个有这个艺术的诞生，这个就是在法国的南部和西班牙的一些地区，看到一些洞穴里边有些壁画呀，有些这种就是泥塑的东西，然后呢，就是在两河流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地区，也发现了这个文明，艺术的文明。接着呢，就到了古代艺术。古代艺术就是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476年，首先是古埃及的这个文明的代表，就是我们看到古埃及的一些壁画，非常有这个代表性，而且也看到这个古埃及一些金字塔，都是代表了古埃及的文明。然后就是有希腊文明，希腊文明呢，在历史上非常的璀璨，而且对于后边的艺术发展起了非常巨大的这个推动作用。希腊的文明呢，它主要有一些绘画呀、雕塑，像这里边图片所展示这个维纳斯，还有头贴冰者，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两个著名的雕塑作品。然后希腊还有一些这个古希腊的建筑，
但是由于古希腊建筑呢，在前期的时候多是用这个木材来建造的，所以大部分呢都没有保存下来，直到希腊的晚期才会有一些这个石灰岩的建筑。但是这些石灰岩的建筑呢，对于这个古罗马的这个文明起了非常好的这种就是这个奠基的作用。那古希腊建筑里边呢，它给我们创造了就是有三个非常就是它闻名的就是它的柱式，古希腊柱式，这是在我们就是学习上学的时候我们会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学到的像古希腊的这个三个柱式对于后期的建筑影响也非常大，就是多利克、艾奥尼和斯林科柱式，然后还有出现就是女郎雕塑的这个柱式。所以在后边我们看到西方的一些这个宗教的建筑里边就能够看到这些影子，包括我们在现代的建筑中，包括中国的像这个一些建筑，天安门广场上那几个大的这个建筑物也都能够看到一些它的影子的这些影响。然后接着就是古罗马文明，古罗马文明呢是在古希腊文明的基础上开始繁荣起来的。古罗马文明我们都非常了解的就是这个古罗马的这个斗兽场，然后还有它的很多的这个一些艺术的产品，在这个庞贝古城里边发现了它的壁画。然后紧接着到了公元476年到这个15世纪，一个漫长的将近1000年的时间呢，就是非常著名的这个中世纪的这个艺术。中世纪艺术呢有一个非常的这个点明确的特点，就是它是政教合一的一个社会体系，所以它所有的艺术的主题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描绘上帝。我们能够看到中世纪有很多这个不同的绘画作品，不同的这个雕塑作品，它实际上都是在塑造这个上帝这个形象。然后中世纪呢给我们一个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它的这个教堂的建筑非常文明。而且教堂的建筑呢它也是就是分为不同的这个时期了，像最开始的这个罗曼式，然后到后来的这个哥特式，还有这个拜占庭式，包括在阿拉伯地区的这个就是伊比亚半岛的这个就是伊斯兰跟伊斯兰教结合的阿拉伯式，这个都对于后边的这个整个建筑的影响呢带来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里边我就罗列了两个非常典型的哥特式建筑，像这个法国的巴黎圣母院，这个属于哥特式的早期哥特式的这个中期，然后德国的科隆大教堂，这个是哥特式的晚期，就是发展的更加的辉煌。所以当我们走进这些大教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高耸的这种空间哈。其实如果要是从纯粹的功利性的角度来说呢，可能作为一个集会，这个5米多高的层高就足够了。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办公楼大部分也就是4米高左右。但是当我们走进这个哥特式建筑里边，我们看到有四五十米高的这种高耸的这个空间，我们人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渺小，内心就产生一种非常崇，就是神圣的这种感觉。实际上这个就是这个视觉艺术建筑艺术所带给人内心的这种不同的变化，是一种精神的享受。所以视觉艺术实际上它是就是通过这个艺术家，通过他的这个表现力，他能够唤醒所见到的人他们内心的一种情感的一种共情能力，然后来更加了解这个世界，探索这个世界。所以这也是就是视觉艺术的一种魅力吧。但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呢，就是更多的是被一些功能性的功利主义所主导的，所以我们现在所接触的周边更多的空间都是被精细化的计算过的，就是缺少这种就是能够引发共鸣的这种就是这个所谓无用的空间吧，能够激发你一些更加崇高的一些不同的这种感觉的这种东西，现在呢越来越少了。
那么过了中世纪之后呢，就到了伟大的文艺复兴时期，就是从14世纪到16世纪。文艺复兴呢，它是真正的开始弘扬这种人文主义的精神，它开始对于过去的中世纪的这种东西开始进行一种反思。虽然它的艺术表现依然是在画神，但是实际上它呢，更多的是画这个人世间的这种人情味儿。在文艺复兴时期呢，整个的这个从艺术的这个表达来说呢，就是更加崇尚这种古典主义，强调一种理性的宁静啊和谐，强调一种崇高的这种感觉。所以在文艺复兴的初期呢，是以这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起源的，然后到了鼎盛时期就出现了文艺复兴的三杰，这里边呢我给它罗列出来了。达芬奇，我们都知道这个达芬奇是一个全才了，然后他的蒙娜丽莎代表作，拉斐尔，雅典学院，还有就是这个伟大的米开朗基罗所做的大卫雕像，还有就是在画的很多的这个就是教堂的这个顶，教堂天庭上的这个画，都是那个米开朗基罗画的。然后这个文艺复兴时期呢，也诞生了非常多的伟大的建筑，像这个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就是文艺复兴时的这个建筑物。文艺复兴之后呢，又产生了这个巴洛克艺术。巴洛克艺术就是在17世纪到18世纪的这个中叶。巴洛克艺术呢，它是这个运用了大量的这个装饰绘画，然后雕刻也非常的华丽壮观。它这个就是它是用一种非理性的无穷的幻想的这种幻觉来进行这个创作的表现。无论是绘画还是雕塑，都充满了紧张的这种戏剧性。然后在建筑上呢，也产生这种非常丰富多变的一种构造，然后饱含着这个激情和动感的这种灵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文艺复兴巴洛克时期也诞生了很多伟大的艺术家，像这个鲁本斯，像伦勃朗，包括伦勃朗这个夜巡呢，他这幅名画他在当时的时候是受这个业主的并购的，因为他用的光线用的光，他对这个主角产生了阴影。但是之后呢，这个就是因为这个主角上这个光，所以就产生了伦勃朗光。它是这个摄影中的一种用光，它能够使人的这个轮廓立体分明，变成了一种非常著名的一种用光方法。所以这也是历史的一种进步吧。然后在巴洛克艺术时期呢，也诞生了很多伟大的这个建筑，还有伟大的这个雕塑，像这个这里边所展示的英国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像这个卢浮宫，像罗马的这个四喷泉的圣卡罗教堂，都是巴洛克艺术的代表作。然后进入到这个17到18世纪呢，又出现了古典主义。这个古典主义呢，它是对于这个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一种高度的认同。古典主义呢，它强调的是，无论是在这个绘画上，还是建筑雕刻上，它是强调一种这个层次和深度。然后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末呢，又产生了这个洛可可的风格。洛可可风格呢，它实际上是对于这个巴洛克艺术，实际上它是在这个巴洛克的艺术基础上呢，它又进行了进一步的这个发展。它发展到就是这个非常的这个纤细小巧的这种特点，然后色彩也很鲜明。它对于这个路易14时代这种庄重啊、豪华呀、古典主义的风格，它是一种反叛。他感觉产生的这种感觉呢，就是很非常妩媚的，甚至是娇柔造作的这种感觉，而且描绘的更多是一种宫廷的生活的这种非常的愉快呀、轻松啊，甚至有些这个亲密的这种场景。然后我图片显示的就是这个德国慕尼黑的这个宁芬堡宫，能够看到它的这个装饰非常的繁复，然后非常的精美。
非常的娇柔造作。到了18到19世纪呢，就产生了新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产生的背景呢，实际上就是，是在这个法国1789年的这个法国大革命之后，同时呢，又在这个又庞贝古城呢，又重新的开始发掘，然后由于庞贝古城的重新发掘，就掀起了一股这个对于所遗失的这种古典主义的这种思潮。所以他呢是从古典主义的风格里边呢，吸取这个灵感，而且对于古典主义的风格是强烈的这个崇拜。然后他这个就是对于这个巴洛克艺术啊，还有洛可可艺术啊，他是一种反思。他反对这种非常奢靡化的这种装饰的这种手法，然后他要表现这种理智的、庄重的、庄重的这种革命的英雄主义。因为是伴随着这个法国的大革命的这个之后嘛，所以他强调这个就是要重振这个古罗马、古希腊的这种以几何图形艺术这个为理念的这个理念，然后这个要绝对的这种理性严谨，而且绘画呢非常的细腻精致。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代表人物这个大卫和安贝尔他们的画作所表现出来的这个氛围，都是用笔非常的这个理性严谨的，而且呢，画面也非常非常的精致，那个它是这个很简单明了，而且呈现一种冷淡的这种风格，比较理性的。那么对于这个新古典主义对立面的，就是又出现了这个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呢，它是追求这种直觉和想象。然后他的这个用笔呢，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的这个粗放一些。他用这个色块来表现，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是代表人物，这个德拉克洛瓦的他这个自由领导人民，他的画作跟上边的古典主义的风格就不太一样了，就比较奔放，比较粗放。无论是古典主义还是浪漫主义，对于后期的视觉艺术的发展，都是产生了这个巨大的一个影响。像在这个新古典主义的时期呢，有很多伟大的艺术家，尤其是像这个音乐家，比如像海顿啊、莫扎特啊、贝多芬啊，都是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也同时呢，也产生了很多这个伟大的这个建筑物哈，比如像这个美国的这个白宫，它这个就是古典主义风格；像弗吉尼亚大学的校园也是古典主义风格，包括这个巴黎的这个万神殿。都是古典主义风格，但是浪漫主义呢，它对后期的艺术发展也是产生了这个广泛的影响。它就是一种反叛，对于古典的一种反叛。它强调个性，然后强调这个画家的这种情感的表达，然后要强调这种戏剧性的这种表现。所以它对于这个后期的这两个思潮，对于后期艺术都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后在19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呢，又出现了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出现呢，它就是更多的是为生活、为民众而服务的艺术。它是赞美自然，然后描绘这个底层人民的生活，比较实事求是，强调这种歌颂劳动啊，然后这个强调这种社会的批判性。像这个代表人物就是库贝尔，还有这个俄罗斯的列宾。他们所描绘的都是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场景。然后接着到了19世纪呢，又出现了一个画派。他这个画派巴比松画派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对于后期印象派的影响非常巨大。这个巴比松画派呢，他就是一些艺术家呢，他们聚集在法国巴黎郊区一个叫枫丹白露森林的地方。附近有一个叫巴比松村，这里边作为代表的是有一个巴比松七星，就是七个著名的画家，他们是真正的就是开创了让风景画独立门户的这么一个画派。我们所看到的之前的基本上这个不同的画派，它都是在室内画这个人物，以人物为景，然后它所有的环境呢都是作为一种衬托。
但是从巴比松画派开始呢，它是让风景画成为了一种独立的画种，然后成为一个艺术的一个种类。巴比松画派呢，对于后边的艺术的发展，尤其是对于印象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印象主义的画家就是干脆就是直接到大自然去，然后他来捕捉这个光影，捕捉这个瞬间。印象主义呢，是反对当时学院派的这种保守思想和这个表现的手法。他们要在户外的阳光下呢，去直接的描绘这个景物，然后追求这种光色的这个变化。而且呢，他通过这种光色变化表现出这个对象整体的渲染、整体的范围和整体感。他画面所呈现的感觉就是非常粗放的笔触，因为他要捕捉瞬间的印象嘛，他不是慢慢的一点点的去磨，粗放的笔触，而且强烈的独特的色彩，而注重这种光线微妙的这种感觉，然后描绘的呢也多是这个日常的一些这个事物，而且用这个太阳这个七彩的这种色相来反映自然界的瞬间的这种变化呀印象，然后脱离了室内绘画过去的深棕的这种色调，因为到大自然了，所以它整个的画风就变得更加明媚了。但是在我们看到之前的画大部分都是这种深棕色的，因为它是更多的是在室内画画的。然后印象主义呢，出现了一大批的知名的这个画家，像马奈，像这个莫奈，加德呢，他是专门就是来描绘这个舞女的。然后雷诺阿，他是经常是描绘一些这个妇人，就是妇女，还有一些场景，包括他也会描绘一些花卉。然后毕沙罗、修拉、西涅克等等等等，出现了一批伟大的这个画家。印象派之后呢，又产生了后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从广义上来说呢，就是指这个继承印象画派的，而且加以这个后来变革的各个不同的流派，这是广义的意思。但是狭义呢，实际上是主要是指三位非常著名的对于后边影响巨大的三位画家，一个是高更，一个是梵高，一个是塞尚。可能对于这些名字都是非常的这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名字。后印象主义它所表现的呢，它一般它不再表现光了，但是呢它是注重这种色彩的对比，它注重体积感，而且这个装饰性。所以它画家在画作里边融入了强烈的情感，然后它呢这个就是对于这个用这个色彩对比和体积感呢来表达它的这种意境。后期的印象派呢，对于后来的一些流派，比如像野兽派啊，像这个表现主义啊，都有着巨大的影响。然后在这里边呢，我特别要说这个梵高，因为梵高他一生非常的贫穷，所以但是他创作了很多伟大的作品，而且他的作品现在在市场上价值也非常高，所以梵高呢就变成了一个艺术家的艺术精神的一个代表人物。第二个伟大人物就是塞尚，塞尚呢被称为现代艺术之父，因为从塞尚的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呢是用一些这个线条，还有就是这个体积感的这种表现，用圆柱体、圆锥体、圆球来表达对于事物的这个描述，所以塞尚他被称为这个现代主义之父。在塞尚之后呢，艺术就开始百花齐放，层出不穷，而且这个时间年代都是互相渗透的。所谓现代主义，它是一个就是统称了，它是对于一个广泛的定义，就是各种实际上是指这个涵盖了整个20世纪前半期的几乎所有的前卫的艺术流派。现代主义呢，它反对学院派和自然主义的东西，它倡导要以实验精神为主，注重这个自我的感受、自我的表达。然后它的这个视觉艺术里边呢，常常能够表现出一种象征性，然后表现性和画面的这种抽象性。
所以这我们也可以就是从这里边可以了解到后边出现的很多的画派，就是所谓我们大家说的怎么看不懂啊，为什么会这么乱七八糟的来画呀，实际上它都是呈现一种现代风格，因为它是反古典的这种学院派的，反这个自然主义的。现代主义呢，对于这个艺术的各个门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说建筑，因为建筑是最早提出这个现代主义的这个理论的，就是以这个格鲁皮乌斯为代表的，他这个包豪斯，包豪斯学院，它是现代主义的一个标志，它所设计在1926年设计的包豪斯新校舍也被列入了世界人类文化遗产之一。它展现出是一种重视技术，因为它是在工业英国的工业革命之后嘛，重视技术，然后强调表现要跟功能相结合，然后去除过多的装饰，要简洁，要这个强调一些功能，然后强调它的经济性。在包豪斯这个包豪斯的这个几任的这个就是院长和主要的这个知名的教授，后来呢，因为这个二战，因为这个纳粹的兴起，所以后来包豪斯学院就关闭了，然后他们这些人呢，就都转移到，就移民到美国去了。然后其中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教授，他落脚到芝加哥，然后在芝加哥呢，成立了芝加哥建筑学院。芝加哥建筑学院实际上是为美国在这个现代的时期，作为美国为中心的一个新的这个现代主义兴起，起了巨大的这个作用。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要到芝加哥去旅游，实际上就是在旅游一个现代建筑艺术的一个博物馆。然后这里边还有这个莱特，莱特呢也是这个现代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像他这个非常非常著名的 Falling Water， 就是流水别墅，是我们在上学时期必须要读的一个经典之作。然后这个作品呢也被收入到世界文化遗产中。还有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毕加索，创立这个立体主义，他的这个格尔尼卡，他这个画作也非常有名，他是描绘西班牙战争中的这种残酷啊苦难，然后呼唤和平。所以现代主义在这个视觉艺术方方面面呢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他对于这个平面设计也是产生了很就是出现了非常多的非常伟大的这个平面设计，然后为之后的这个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个现代主义里边呢，有各种流派同时都是并存的，比如像这个象征主义。象征主义呢，它是在这个1885年开始兴起的，它是在这个在文学呀造型艺术领域呢，它是对理想主义倾向的一种逆反。实际上我们在看整个这个艺术发展史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发现这些艺术家他是都是具有反叛精神的，他要反思，然后再重新的进行反叛，然后再重新树立自己的一个流派。整个的艺术史都是在这种继承批判，然后再重新创立，再继承再批判这个过程中。然后象征主义呢，它是强调这种感觉，它是反对理性，它重视这个主观的这种表现，然后忽视这个客观的一种存在，它表达画家内在的一种直觉和想象，所以它的画面中经常呈现一种这个虚幻的飘渺的感觉，描绘一些梦境，充满了一些隐喻，甚至有些题材呢描绘这个死亡和黑夜。比如说他的代表人物这个夏凡纳，实际上夏凡纳他的一生就非常的不幸，他的家人都是在很早之前就去世了，然后他的太太也是，他几任的太太都是在他之前去世了，所以他所描绘中他的画作所呈现的就是他描绘中他想象的一种和谐美好的这个意境，同时他也会描绘一些死亡。然后在象征主义后期呢，也出现了两位非常著名的画家，一个是蒙克，蒙克他的这个代表作《呐喊》非常的有名，他是表达了他画家就是对于当时社会的一种就是精神的困境，所以他的画作呢表现出来是一种颓废啊孤独啊这种困惑的这种感觉。
另外一个很著名的画家就是这个克里姆特，他的作品也是拍卖的非常的贵哈、啊。他是这个突出的用这种金色作为他整个画作的一个代表色，然后他是在画作里边呢，更多的是描绘一些爱情啊、情感方面的东西，包括一些情色方面的东西。像这幅画就是也是在拍卖市场拍卖的价格非常的高。然后除了象征主义呢，还有就是野兽主义。野兽主义是这个在这个。现代主义的发展史上呢，被称为这个20世纪初期这个西方艺术里边最前卫的美术运动，因为我们能看到，就是这个代表人物马蒂斯，他的这个画作就是体现出这个强烈的这个就是这个视觉冲击力，他的画作不用这个透视的这种方法，他就是用这个纯的色块，然后这个图形来进行对比。把整个的画面都平面化，但是它表达一种强烈的这个情感。它这个舞蹈这个画作非常的知名。除了野兽主义呢，还有这个表现主义。表现主义它呢是这个用个非常这个就是这个简洁的这个点线面的体块来表达它对于客观世界的一种描述。也是蕴含着一个强烈的这个情感，而且它的色彩呢也是非常的奔放，非常的鲜明，像这个康定斯基啊、马克尔啊都非常有名。我个人来说呢，我很喜欢这个野兽主义啊、表现主义的作品。还有就是立体主义，立体主义是也是对于后期的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的，这个立体主义。立体主义呢，就是像这个代表人物毕加索、布克拉，他们就是描绘物体的时候，描绘事物的时候，他是用多视角的，然后多视角最后拼贴成，对于这个物体进行一种平面的这个解析，然后创造物体这个三维的效果，但是呢，他还是在平面上进行创作，保留了这个就是平面的特征。他这种半抽象的风格，实际上标志着抽象艺术的一种开始，延续了塞尚在这个就是1880年后期成为这个未来几十年许多画家的这个灵感的来源。比较立体主义呢，代表了与传统的一种分离的标志了，就开始进行了抽象了。然后还有就是未来主义，未来主义呢，它是这个实际上。他主张的是摧毁一切的传统文化，包括他诅咒一切的这个传统的概念，包括他觉得要把这个古罗马以来一切的文化遗产，都像这个博物馆呀、图书馆呀、各种学院呀，全部要摧毁掉。然后，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中国的某个时期了哈，这个全部要摧毁掉。然后另外呢，他又讴歌这个。现代的这个工业文明，它这个崇尚这个科学技术，然后使这个传统的这个时间呀、空间的概念呢发生这个改变，所以它的这个表未来主义的作品中呢，展现出来的就是除了一些描绘的这个就是事物本身以外，它还表现出一种对于速度和时间的一种追求。未来主义呢，对于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城市规划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是未来主义，它提倡一种未来城市计划，就说建立这个包括地铁呀、滑动的人行道啊，包括这个立体交通啊等等道路网。实际上，我们在现在社会都全部都实现了当初未来主义的这个设想。然后，它要解决这个人口集中啊和快速流动的这种交通的问题。而且他呢也主张，就是用这个玻璃啊、钢铁啊来代替这个砖、石材和这个木材，然后来取得这个理想的采光和这个宽敞的空间。所以这些呢，我们现在都实现了。而且他在这个雕塑上呢，他也是他抛弃这个外轮廓的这种
封闭式的这种方式哈，他要这个抛开人体，然后把周围的环境也融入到艺术中来表现中来，像所以他在这个雕塑上也是一种新的变革，然后他对于服装设计也带来了很多的影响，比如他用这个鲜明的色块，而且他这个服装设计中呢，他用线条来表现一种运动感，所以未来主义对后期的影响还是巨大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达达艺术，达达主义。达达主义呢，它是这个实际上又是一个革命性的流派了。它的代表人物就是杜尚。杜尚从他的我所放的两个作品中，他的代表作中就能看出来，一个是他在蒙娜丽莎的这个脸上画了胡子，然后他就变成了他的作品叫带胡须的蒙娜丽莎。还有一个就是他在一次这个展会上，他直接把一个男人的这个小便器搬到这个展会中，然后他起名叫权。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的理论，他就是他的信条就是一切为艺术家所唾弃的便是艺术，所以他是否定这个基本的一些道德规则和审美的，他否定过去所称为的一切的艺术，他觉得一些现有的一些材料和东西，他们本身就是艺术，用现成的一些材料重新组装一下，它就会产生一个新的艺术的内涵。所以达达主义，杜尚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我在后边会说到这一点。除了达达主义呢，还有这个新造型主义。新造型主义它的代表人物就是蒙德里安，这也是我们在读书的时候经常会学到的，就是它非常经典的这种色彩构成。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右边的这幅红蓝黄的这个构成，还有它画的这个树，实际上都是非常抽象的，用线条啊体块来表达，它就是用这个新造型主义，就是用抽象几何图形和原色然后进行构图，然后表达它这个艺术家的一种强烈的这个情感。现代主义里边呢还有这个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呢，它是更多的受到了这个就是19世纪的这个精神学家这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的这个影响，从而产生了一种艺术的表现风格。然后他呢是用这个梦境描绘一些梦境来展示一些无意识的潜意识的一种世界，所以这里边最著名的这个代表人物就是达利。达利的作品我也是非常的喜欢他的作品，因为充满了一种想象。像达利他非常崇拜这个毕加索，但是他画的这个毕加索像感觉就像骷髅似的，他把这个毕加索分解了，然后他画出他的这个骨骼呀，然后把他的特征给他夸大了，来表达他对这个毕加索的一种崇敬。另外他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品就是记忆的永恒，他这边所画的这个表，变了形的表，然后这个在不同的在树枝上挂着，在桌子上这么放着等等，实际上他都是表达了一种无意识的非理性的一种状态，然后他用一种解析的这个手法。还有就是西班牙另外一位伟大的这个画家米罗，他所画的呈现的画像这个哈里坤的狂欢，好像所有的物体都漂浮在空中，像梦游一样的梦境一样的漂浮在空中，然后展现一种欢乐的这个气氛。像另外一位伟大的画家夏加尔，他所有的作品都是描述一种爱，对人类的一种爱的这个情感。他这幅画作的名字叫《生日》，然后他用一种蓝色的忧郁的这种色调来表达爱，我在后边也会说到夏加尔的这个作品。另外一个就是抽象表现主义。抽象表现主义的诞生实际上又是在艺术的长河中一个新的里程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之前所有的这个艺术，世界的艺术中心是在欧洲，
然后欧洲的中心是在法国巴黎，所以过去呢，巴黎是世界的艺术中心。但是自从抽象表现主义诞生，他的代表人物波洛克他的作品产生之后呢，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就开始转移到美国，转移到纽约。因为这个大的背景就是，也是随着这个二战的这个爆发，然后纳粹迫害犹太人，所以大量的艺术家都转移到这个移民到美国，然后艺术家呢很多都聚集在这个纽约，所以呢让美国成为了后来的世界的艺术中心，然后引领整个世界艺术的这个潮流。这个抽象表现主义，这个波洛克《秋天的韵律》也是在拍卖市场上卖的非常非常的贵。另外，他有一个另外一个伟大的这个代表人物就是德库宁。他的作品《交换》都是非常贵的，他们都是进入了这个一元俱乐部的这个画家，就是作品拍卖上亿美元。后现代主义的这个到了这个就是，到了这个后期的后现代主义又出现一个波普主义。波普主义的出现呢，实际上它是。又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时代了，它是标志着后现代主义的诞生。波普主义它是颠覆了这个经典的一些东西，然后打破了所有的艺术边界。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这个达达主义、杜尚的基础上，它直接把一些这个像这个可乐的包装瓶啊，像一些这个包装罐啊，直接拿来排列，然后重复的排列，变成了艺术品。所以这个当时在艺术界，他这个展出以后就是非常的惊讶，然后大家就开始发现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所以波普主义它的最重要的意义，它就是把这个艺术大众化，然后把这个源于商业美术形式的一种艺术风格开始诞生。它把这个大众化的文化物品呢进行了这个放大复制。然后进行排列组合，来展现出这个艺术就是生活，生活也是艺术这种理念，同时也表现了一种反叛的精神，也展现了，因为它重复嘛，大量的复制啊，重复，所以它也展现了一种现代人的这种就是无聊啊、反叛呐、空虚啊等等，表达这种情感。所以在后现代艺术里边呢，这个美不仅仅是说赏心悦目了。实际上美的含义是很多种的，它美包含了各种的情感，只要你能够表达一种情感，在艺术领域都被称之为美。所以我们现在在看很多艺术作品的时候，为什么它拍卖的看着就是感觉就像一个儿童一样的在那儿糊涂乱抹的东西，为什么会拍卖的这么贵？实际上它是一种情感的表达，而且它。在当今的社会中，它不仅有美的东西，也有丑的东西，不仅有积极的东西，也有很消极的、荒诞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艺术家用来创作的一种源泉，然后他们通过他们的创作来表达出他们对于世界的一种认识。所以这就是之所以就是现在我们所很多看不懂的艺术作品为什么会拍卖的这么贵，实际上它也是有着表达思想的这种价值的。那这个波普艺术的代表的著名的人物呢，他就是安迪沃霍尔，他的作品里边他还大量的就是用人物的这个头像，比如我最开始在这个第二页上所展现这个玛丽莲梦露的这个头像，也是他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代表作。然后他作品里边还画了毛泽东，用毛泽东的头像，然后在拍卖市场上毛泽东头像的作品也是拍卖的很贵。所以波普艺术呢，它是源于商业美术的形式，然后它对后边的这种商业美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这种推动和引领作用。在波普艺术同时还有这个就是涂鸦艺术，涂鸦艺术最开始是起源于这个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这个街头和地铁的绘画。这个呢是由于这个在这个布朗克斯街区呢，它是这个纽约最贫穷的一个街区了，然后里边就是不
不同的族裔，当然主要以黑人为主了，然后聚集，这里边有产生了不同的帮派，所以不同的帮派呢，他们为了表示自己的领地，他们就在墙头啊做一些标志，最开始标志一些名字，然后慢慢的发展起来的。开始这个政府呢，也就是没有太管理这些东西，这放任自流，所以呢，让他们就是逐渐的发展起来。在这个涂鸦艺术的这个圈子里边，诞生了一个天才型的伟大的艺术家，非常非常的年轻，就是巴斯奇亚。巴斯奇亚的作品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拍卖。去年三月份的时候拍卖了非常高的，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拍卖了非常高的价格。很多人说这个根本就看不懂啊，这个为什么拍卖到4000多万美元，简直就像一个那个孩子胡乱涂鸦画的。实际上巴斯奇亚他从最开始在街头作为一个画涂鸦的人，后来慢慢的他跟这个安迪沃霍尔合作，然后来共同创作，最后他变成了一个伟大的抽象表现主义的画家，然后也产生了大量的作品。这里边我展示的他这个无题，就这个像骷髅头一样的头像，就是他一个上亿美元拍卖的作品，他也是进入到就是上亿美元的俱乐部了。然后巴斯奇亚呢，他一生非常短暂，才活了28岁，然后他的最好的一些作品都是在1982年就是这个产生的，因为他是在1980年才真正的融入到这个艺术圈里边，在80年之前他都是这个属于这个涂鸦的，这个在街头画画的。后现代主义里边后边呢又有一种趋势，除了这个极度的抽象以外呢，又有一种趋势就到了极度的这个写实，产生了超写实主义的这个画派。超写实主义呢，它就是虽然我们现在用照相机能够拍出非常真实的世界，但是超写实主义它就是要超越这个照相机，它就比照相机比摄影更加精细。因为在摄影中呢，我们会在画面中有这个虚实的处理，但是在超写实主义的作品中呢，每一个细节甚至每一个毛发毛孔都非常的精细。所以超写实主义它这个发展呢，实际上是对艺术的另外一种回归，它也是表现出了这个就是这个对于这个实际上它在创作中呢，它是这个也是表现了就是无差别的这种就是体现这个具象的物体，做到就是基本上是不带任何感情的，是这种超级理性的纯客观的真实的来进行展现。所以他的画作呢，虽然我们看着就是感觉特别的逼真，特别的这个细腻，但是实际上反映了作品反映出一种冰冷的气质，就是这种非浪漫主义的这种中性化的这种气质。对于所有图像的这个清晰的处理呢，它也暗示着这个与这个现实世界一种距离，反而是产生了一种距离感，就是真实之下的一种不真实。这是画家在这种流派在内心所表达出来的一种东西，就是真实下的不真实，然后隐藏个性，隐藏自己的情感，隐藏自己的态度。所以我们在看一个画作的时候呢，不仅仅要看他所展现的东西，我们更要理解他这种流派背后所产生的这种背景，然后它内涵的一些东西，这就是艺术伟大的魅力。在这是非常写实的这个流派，然后在抽象领域呢，又发展出一个流派，就是这个奥普艺术。奥普艺术又被称为这个光效应艺术，它实际上是用这个线条啊、色彩呀、啊，然后进行这个平面的这个组合。它是挑战人类视觉艺术的一种游戏，它用这个光感产生这种光感啊、幻感啊、动感啊，它也是这个就是源于这个对于这个线条啊、色彩的一种特殊的处理，然后实际上它是反映了一种潜在的这种特殊的这种特质吧。
然后这个也是对于后边的艺术的发展，抽象艺术的发展呢，也是奠定了基础。另外呢，就是后现代主义呢，在这个整个世界艺术中呢，对于建筑的发展是起到了极大的这种推动主义推动作用。我这里边呢列举了两个建筑上的流派，就是两个比较极端的流派，一个是极少主义。极少主义呢是源于现代主义里边的一位现代建筑大师，就是这个密斯·范德罗，一个德国人，他也是包豪斯的第三任的校长。他提出了 less is more， 就是少即是多，所以极少主义是在少即是多的这个现代主义基础上又进行了发展，就极度的简化，然后形成了一个极简的风格。极少主义它就是崇拜技术，然后认为呢功能是决定形式的，所以他们是轻视这个装饰，他用最基本的这个形式来满足这个功能，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非常简洁的一些几何体型了。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后现代主义发展的解构主义。解构主义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我们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都能看到很多解构主义大师的这个作品。像这个多伦多的这个 Rome， 就是皇家艺术中心，它就是解构主义一个作品。这里边我展示的就是Frank Gehry， 他在这个就是在西班牙一个城市里边所盖的这个在巴黎盖的这个 LV 基金会的艺术馆。他在西班牙也盖了另外一个就是非常漂亮的，非常这个 令人眼睛一亮的一个建筑。然后他所代表的这个用玻璃啊钢啊，然后用曲线呀，它是这个模拟自然的形态，然后这个来展现在这个建筑中。这个解构主义呢，它强调的是什么？它是强调一种高技术，然后表达一种高情感。它打破了就是过去的这种古典主义的所有的这种单元的秩序，然后重新进行组装，用这个组装的形式来展现对于自然和一些文化文脉的这种延续。像我刚才说的，在西班牙他所做的这个就是这个一个艺术馆，他就是模拟这个大鸟的这种姿态，他的整个建筑模拟的就是大鸟的姿态。然后这个巴黎 LV 的这个艺术馆呢，他也是就是也是用这种曲线的流动的这个形体来模拟大自然的，它因为旁边有河呀，有河，然后有一些建筑物，所以它模拟那种流动的山脉呀，这个河水啊这样的，它有一些隐喻。所以解构主义它看着一些这个非常不同形体的这种组合吧，实际上它展现的是一种自由的意志和人性，然后展现出这个整体呢，它是破碎化的，通过非线性的这个就是非欧几里得的这种参数化的设计，然后形成建筑元素之间的变形啊移位，实际上它是重新组合对于自然和文脉的一种延续。刚才呢，我是把这个整个的这个西方艺术视觉艺术发展沿着时间的顺序呢，整个给大家捋了一遍。所列举的流派呢并不全面，但是呢也是做了一些主要流派呢都做了介绍。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个现代呀、后现代呀、包括当代的视觉艺术。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参观这个美术馆呀、博物馆，包括一些新拍卖的这个天价的作品，我们都觉得看不懂啊，这也能成为艺术吗？我们过去头脑中的艺术感觉还是属于那个蒙娜丽莎呀这种非常唯美的这样的这个作品，那现在这种就是胡乱涂抹的色块组合的，然后这个大胆跳跃的，甚至就是没有过度的这种颜色拼接的这种艺术，为什么会卖得这么贵呢？那我就给大家分析一下哈，就是现代主义呢，它是源于这个英国的工业革命，然后它是强调一种唯物主义的这种理论。
它是诞生呢，就是标志，就是1874年印象派诞生作为标志，然后一直延续到1960年。现代主义呢，它有两个代表性的这个人物，实际上是创立了现代主义，被称为现代主义之父。一个就是塞尚，塞尚刚才我也说了，他是用几何形体来描绘现实的，所以他崇尚的是这种形式主义，非常的理性的这种秩序，然后同时呢，又代表传达他的这个感情。另外呢，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杜尚，都是杜家人。杜尚呢，就是他在蒙娜丽莎上面画着胡子，然后拿个小便器，就是命名为泉，带到这个展会上来展览。他呢，崇尚就是反艺术的艺术，他发展的是一种观念主义。他认为有了观念以后，所有一切非艺术的东西都是可以变成艺术的，所以他展现的是一种自由的荒诞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两条线索一直这么发展的。塞尚呢，他的抽象的形式，他是这个代表了一种科学性，然后抽象性和原创性。然后杜尚的这个反艺术的艺术呢，它是代表了颠覆性的、反美学的、非常先锋的，而且他用现成的物品就直接拿来重新组合表现艺术。所以在他们这两条平行线上，就发展成为了后现代主义的这个启蒙。然后后现代主义沿着塞尚的这个形式主义发展出来的这个抽象表现主义啊，色面绘画呀，硬边抽象啊等等，都是用非常抽象的这种线条啊、色块啊，然后进行组合、进行创作。沿着塞尚的这个观念主义的这个发展呢，就出现了像集合主义啊、波普艺术啊、奥普艺术啊、新达达主义啊等等等等，就是展现一种观念，然后用现成的一些东西重新进行组合，然后展现出来，表达一种艺术家的一种情感。而且这种艺术呢，更加是跟商业进行结合。然后这两条平行线呢，最后发展从形式主义抽象到只有线条化，从这个概念主义呢抽象到只有概念化，又形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另外一种艺术风格，就是极少主义和 ABC 艺术。极少主义我刚才说了，就是非常精简的一些东西，然后 ABC 艺术呢，就是用字母组合呈现出来的一个视觉的画面。这个对于这个后期的平面设计影响非常大，所以后现代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呢，它不同于现代主义表现的这种，就是这个后现代主义呢，它表现的就是它比较尊重科学，然后它是具有这个抽象的，而且它不同的这个流派呢，它都是强调自己是主流的流派，它要把自己的这个流派要占领这个艺术界的。但是后现代主义呢，实际上它是更多的是一种自发性的，然后自我的一种意识的表现，它可以多种流派共存的。我们也看到，就是在这个1913年到1989年这个短短的这个几十年当中，出现了这么多的艺术流派，然后他们都是并存的，而且呢，这个艺术开始从象牙塔上开始走下来，走向大众，然后运用到商业中，进行商业的应用。然后后现代主义呢，又发展出了一些非常写实的东西，像新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有很多新现实主义的这个电影作品了，它就是强调就是完全是实拍，甚至用群众演员，然后及时的拍，不加以任何的形式，去掉一切表演的痕迹，完全的那个还原真实的这个场景，这个新现实主义，还有新表现主义和这个超写实主义，就是像比照相机还精密的这种作品。这些呢，就反映出了一种又是具象的一种回归，然后展现出这种客观呀、冷漠啊，这种情感。所以这是后现代主义所呈现的一种特质。
然后发展到在这个二战之后，冷战结束之后，就是这个二战和冷战结束之后，89年冷战结束，这个标志着一个是柏林墙的这个倒塌，然后苏联的这个解体，还有东欧的这个共产主义联盟的这个破裂，同时呢，也产生了这个全球的这个科技的发展，然后全球的经济一体化、信息化的高度的发展。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就又诞生了当代主义。就在1989年之后，当代主义呢，它更多的是依赖于现代科技的这个发展，它在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基础上融入了现代科技，所以它又产生了像装置艺术啊、集合艺术啊、数字艺术、多媒体艺术、多觉艺术。多觉艺术就是，听觉、知觉、感觉、触觉混合的这种艺术。然后像行为艺术啊、大地艺术，当然像行为艺术、大地艺术，包括集合艺术，在后现代主义也有，但是在当代呢，就又进行了更大的发展。像大地艺术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国那个华盛顿的这个二战纪念的这个碑，就是华裔的这个建筑师，设计的这个一个微型的这个，它就是大地艺术的典型。然后行为艺术我们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很多的这种行为艺术作品了。然后当代艺术所呈现的，由于它的经济的全球化、信息化，所以它也是产生了完善的这个艺术产业链，就是艺术产业的生态化。从这个画家，然后到画家的经纪人，到画廊，到这个就是拍卖等等，它整个产业的生态化形成了，而且它策展的全球化，就是由于这个整个地球都成了一个村了，然后各国之间的这个经济往来，所以他的画家的展览也是遍布全球，策展全球化。另外一个重要趋势就是跟之前不同的，就是当代主义它更强调这种多元化的，强调去民族化的，它已经不分各种族裔了。像过去我们还能够说，是哪个国家的哪些艺术家，但是在当代呢，实际上已经是百花齐放了。这个非常的这个就是大家都是非常平等的了，然后不同的艺术领域都在同质化的发展，就是理念越来越趋同。我觉得这个呢也是由于科技的发展，所以呢各种理念、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最后理念都趋同了。而且呢，随着这个就是这个人性的解放，有着多彩的这个特色，就是。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性取向，它都可以在当代的艺术里边进行表现。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电影啊、绘画呀等等，就是表现了这个不同的这个性取向的这种差异的这种艺术。但是这种东西在过去是绝对是不可能这样来做的。然后当代主义呢，他的这个艺术思潮因为融入了很多的这个高科技的元素，所以他就是依赖于艺术的革新，他有着很多艺术就是科技化的东西。另外呢，由于这种科技化的参与，它也形成了一种审美的回归，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这种多种的艺术表现手法，最后都给人呈现一种丰富的视觉，一种很唯美的东西，然后让大家能够沉浸在里边，能够享受。不像现代主义啊、后现代主义，它很多时候表现一种非常荒诞的、颓废的，然后甚至死亡啊、恐惧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表情都会有。在当代艺术中，慢慢的就是大家还是把各种艺术集合之后呢，它能够呈现给观众一个呈现出非常唯美的这种感觉。然后这个我这里边呢就举了两个例子，比如像中国的艺术发展实际上也是受西方的影响非常大的。由于我们听了刚才这个对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区分，所以我们就理解，就是虽然有些艺术家生活在这个现代，但是实际上他还是古典的艺术家。比如像这个齐白石啊，像徐悲鸿啊，他们所呈现的画面呢，还是非常的写实的，
非常传统的东西，所以他们不能够成为现代主义的艺术家。但是像这个吴冠中啊，像这个林凤眠，像这个旅居法国的那个艺术大师赵无极等等，包括这个张大千，他们实际上是一种现代主义的这个流派，一种艺术家。像吴冠中，他在他的水墨画里边，他就吸收了波洛克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养分。看上边是波洛克在这个作画，就是随即性的这种在地上创作，然后吴冠中的水墨作品里边呢，也呈现这种感觉的画面，实际上是受了波洛克的很多影响。还有呢，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天才艺术家，只活了28年的这个巴斯奇亚，他的这个战士，就是他在今年3月份拍卖的战士，在这个佳士得拍卖了4180万元。然后他和这个安迪，沃霍尔合作呢，就转化成了一个抽象表现主义的一个艺术家。所以呢，我们也是能够理解，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包括这个收藏画的这些人呢，也从过去的一些这个贵族啊，一些这个大的这种传统企业家，变成了一些新的高科技的新型产业的一些企业家呀，金融界的人士，所以他们更能够拥抱这种新兴的这种后现代主义的这些作品，他们能够接受这种新事物，能够打破思维，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种突破性思维，所以他们会喜欢这些艺术。所以也是在这些买家的这个推动下呢，后现代艺术包括当代艺术在蓬勃的发展。刚才呢，我就是介绍了整个的艺术流派，那下边呢，我就再来谈谈这个摄影。我们现在为什么说我们现在是进入了读图的时代呢？因为也是随着这个多媒体的发展，高科技的发展，拍照变成了一个大众非常普遍的事情，然后做视频啊，做拍照啊，非常的普遍。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再来学东西，再来这个看东西，不仅仅是读文字了，更多的时候是读图片、读画面，然后看视频。所以在这个将近60年前的时候，这个伟大的艺术家安迪·沃霍尔他就说了一句，他说 In the future, everyone will be the world famous for 15 minutes. 就说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在15分钟内就变成世界闻名的。实际上他就已经预测到未来的这个艺术的发展。因为照相机技术是对艺术发展一个巨大的一个推动。照相机呢是在1839年发明的照相机，然后在100年之后呢，科德又发明了数码相机。那自从照相机发明之后，这些过去的艺术家在照相机发明之前，他是要描绘这个真实的物体，然后画得越像越好，越精细越好。自从照相机发明之后呢，艺术家开始觉醒，他们觉得不满足于描绘真实的物体了，他们要开始描绘内心了。所以呢，他们会用这种追求光啊，追求色彩啊，追求这个线条啊，追求形体啊等等，他就是更加自由的去表达内心的这个世界。然后随着数码相机的这个诞生呢，照相艺术完全普及了，变成了大众化的这个随时日常可以做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呢，实际上是在数码时代，我们现在每天都面临着可能去拍照啊，去创作一些画面这个时代。所以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呢，我们就要学好这个摄影。那什么是摄影呢？摄影实际上它是捕捉光的艺术。摄影呢，它是一种表达情感的，表达自己触觉对这个生活的这种感触的，表达这种生活爱的一种艺术。好的摄影它一定是具有感官和时间的价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感官价值，这就表示着这个拍摄物体本身的这种标志性。那时间价值就是这个被摄物体赋予其他人的这种意义。拍摄物体本身的标志性
实际上包含的就是要有鲜明的主体，漂亮的构图，舒服的色彩，清晰的这种焦点啊，精确的曝光啊，生动的细节等等等等，很多东西，所有这些东西都完美的组合之后，是代表了一种感官的价值。那时间的价值呢，就是一个好的作品，我们是要用脑的，要有它的立意，要有它独特的风格，要有能够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而且好的摄影作品背后蕴藏着一些特殊的故事，然后表达细腻的情感。一些伟大的作品，它可能还会代表着时代的一些特征，比如说二战时期的一些摄影，比如说当今这个在这个病毒这个横行时期的一些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的一些特殊的摄影，这些都是有着很深厚的历史特征的。所有的这些都构成了一个作品的时间价值，所以好的摄影就是要具有感官和时间的价值。那我们如何来做到这点呢？就是我们普通人，首先我们要拍出一个有表现力的图片，我们要追求一些基本的摄影的一些元素。那表现力，一个好的这种表现力呢，它有这个对人产生多重的这种情感的作用，它有一种感染的力量，然后它能够就是体现出照片的一个意境啊、格调啊、品味啊。所以呢，拥有表现力，实际上好的表现力它就是定格了一个完美的瞬间。我们能够达到这种完美瞬间，我们要做到就是要有这个主题，要有创意，要营造意境，要表现这种能够吸引眼球的主体，然后能够在画面中呈现合适的这种光影的效果、光线，还有就是很重要的后期的修图。然后在这里边呢，我会介绍一个就是非常能够达到这种视觉冲击力的一个方式，那就是对比的这种手法。对比手法有很多了，我这里边列举了一些啊，像虚实啊、明暗啊、动静啊、大小、冷暖对比、疏密的对比等等等等。用对比的这种手法呢，它就能够更加有助于画面的气氛的营造。那下边呢，我就来具体的来讲讲这些东西。首先讲讲这个如何去达到有表现力。表现力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拍照前，我们要有一个主题的设定，我们要围绕这个主题营造这个意境。就是这个主题意境实际上表达的本质就是中心思想，就像我们写作文一样，要有中心思想。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这个美在意象，实际上就是指这个情景交融，就是主观和客观的一种结合。客观我们看到这个画面表现一个客观的世界，但是引起我们主观的这个情感的共鸣。在这里边呢，我就列举了我最欣赏的一个中国的一个摄影师郎静山的作品，他是创造了紧急摄影的这种风格，就是把一个照片多次的曝光，然后再进行这个叠加，然后最后产生出一个作品。因为郎静山呢，他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他是受着这种传统的中国人文化的这个影响的人，所以他的整个作品呈现出的一种意境都是带着浓厚的中国人文化的这种意境。郎静山呢也被称为这个就是这个摄影诗人，他在国际上，他虽然是在中国，但是他在国际上获得了非常多的大奖。这里边所展现出的，我们就能看到他有这个非常美的这种意境来展现出来，然后来表达他的这个对于这个景象的这种描绘，这就是主题和意境的这种结合。一个好照片，除了这个主题之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如何有一些新的这种创意，一些新奇的创意能够抓住人的眼球，然后让人产生惊喜。因为创意呢是来源于平时生活的积累，生活是创意的这个灵魂。所以如果要是成为真正的一个好的摄影者，一个摄影者要成为真正的艺术大家，他不是说直接的就去拍摄，看到什么拍什么，那个仅仅是一种记录。真正的摄影师呢，
他是一定要进行创意的创作的，他除了拍照以外，他要后期进行处理，他要把他的这个作品突出的表现他的主题，然后来表达他的这个创意，展现他的这个意境。所以说摄影呢，也是他也是像视觉艺术家一样，他一半是诗人，一半是匠人。这里边我展现这四个作品也是非常的有代表性，尤其是这个第一个哈，这个第一个你看，一个小男孩捂着耳朵，然后非常愤怒的惊讶的张着嘴巴，很不耐烦的这种感觉，然后玻璃的门后边是一个成人的两个成人吵架的影子，所以这个通过这种鲜明的对比，实际上它就是突出它的一种主题，表达了这个小男孩的一种焦虑啊、愤怒啊这种复杂的情感，这个画面就非常吸引人，就很有创意。像其他的，像这个中间这个红色的花卉的作品也是，它利用两个这个相近色，然后用非常纯粹的色彩来表现这个花蕊这种怒放的这种感觉，这个都是非常有创意的作品。像这个最右边这个是在一个黑夜的这个，然后一个烛光，一个老妇人，沿海的老妇人在编织这个渔网，所以渔网所形成的像瀑布般的这种感觉，然后跟它这个黑暗的背景形成对比，然后人物呢又在这个画面的这个黄金位置，然后一个烛光，所以都营造了一种非常特殊的一种气氛，然后感觉到这个摄影者他的这种创意。那拍摄这个有表现力的照片，我这里边又列举了一些创意，因为拍摄实际上是瞬间的，这个捕捉瞬间的这种东西，所以这个我们要抓住这种就是在平时生活中这种决定性的瞬间，因为摄影作品通过一瞬间的凝固，然后达到它作品的永恒。所以我们拍摄，我们学习摄影，实际上就是在培养自己一种反应、预见美的这种直觉能力，能够捕捉生活中细节的能力。最左边我展示了，也是我同学的一个作品，他是田间，他是一个职业的摄影师了。然后他呢经常去农村去拍摄，他田间是有一系列作品，但是他所有田间作品里边这张照片是获得了很多大奖的作品，他是完全是偶得的。他就到田间正好看到有一个老人，然后在那挑着这个洒水的这个桶在那洒水，然后当时的光线跟这个水珠然后形成了一种非常奇妙的这种画面，所以他马上给他拍下来。然后之后呢他又多次去拍这种田间的作品，再也没有拍到比这张更好的更生动的画面。所以这也是对于瞬间，他说这张照片是偶得的，这种偶得让他获了很多的大奖。然后像这个中间这个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在喂这个方便面，也是非常感人的一个作品，拍摄了这个瞬间。像最右边的这个照片也是对于我们这个观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反思的一个作品，这个展现的就是在叙利亚的这个反抗军最年轻的战士才8岁，然后他的这个吸烟的一瞬间，这个就是通过这种就是小孩子这种吸烟的，一个是年龄的这种那么幼小，然后吸烟但是神态又非常的冷漠，然后他拿烟的这个手又很老练，然后背景呢是这个战争所带来的这个造成的破坏的废墟，这种鲜明的这种对比，包括色彩冷暖的对比，这个镜头远近的这种对比，实际上都对我们视觉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然后体现出战争的一种残酷，这就是这个创意所带来的力量。那么如何去突出主体呢？拍摄摄影它一定是一个减法的艺术，就是我们可能看到很多的景象，但是我们一定在照片中不要呈现的太多，一定要克制，越克制越显高级。这种克制其实最集中体现的就是体现在这个我们在看这个时装表演上。时装表演为什么选模特？模特在这个T 台上他所展现的他的表情，他为了展现出他这个
不同的这种时装，这种丰富感，但是他的表情是非常冷漠的。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所谓的这种高级感，我认为啊，就是这种反映了欲望满足后的一种厌倦和这种疲倦感。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人在欲望极大的时候，往往想要得到的东西也很多，又想要这个，又想要那个，什么都想要。他往往是这个欲望没满足，所以他呈现出的也是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放进去了。但是当欲望满足以后，已经不需要这么多了，他往往就会展现出他最最重要的、最核心的精华部分展现出来。这就是摄影要表达的东西，就是要突出主体。所以摄影一定是做减法的艺术。我们常常说的这个法国的这个女郎，法国这个巴黎女郎，她的穿着非常有这个高级感。为什么？其实你仔细分析这些有高级感的这些人，她一个是她的这个款式都是非常基本款的，没有那种花里胡哨的什么这个花边吧，那个蕾丝啊，没有那么多东西。然后它的色彩也是非常的单纯的，黑啊白啊，然后或者是红啊，或者是就是非常单纯的色彩。然后它的这个是法国人，他这个平时所展现出来的，他不是那种像南美人似的那种奔放的喜怒哀乐全部都在表情上的。法国人、巴黎人往往是一种非常中性化的表情，比较这个平淡的，没有这种特别的好像夸张的肢体啊，夸张的这种表情，这样来展现，这种最后集合出来让我们感觉，哎，这个人很有气质，很有风度，这就是一种高级感。所以呢，我们在摄影中也是，我们要有简洁的构图，简洁的构图能够突出视觉中心。然后在复杂的场景中呢，我们会常常用一些长焦的镜头来减少环境的干扰，然后尽量克制色彩，少用色彩，或者是有一种主色，其他都是辅助的，然后减少这个颜色的干扰。然后景象克制，就是不要照这么多的东西。为什么有时候用这个微距的镜头，实际上它就是一种景象克制，它就是照这种更加精细的，然后所有东西都，其他的东西都给它虚化，减少视觉的干扰。然后再根据一些的题材的需要，意境的营造需要呢，适当的增加这个副空间。什么叫副空间？说白了就是留白。留白它并不意味着是只留白的东西，留白很多东西都可以称作留白。比如说我们所看到的最左边的这个作品，这个黑背景实际上它就是一种留白，它这个留白就是副空间。像中间这个跳跃的这个三个男孩，他的天空就是一种留白。像这个女孩背景非常虚化的这个背景，来突出她进出这个女孩的主体，她这个虚化的背景也是一种留白。然后像最右边这个通过这个建筑的框架，然后所展示的这个海面也是一种留白。所以留白是有多种的手法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摄影它是要反映你眼中的一些真实的世界，所以呢，我们要有自己很明确的一种风格，要尽量减少这种网红的影响，就是避免过度的后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个时期会有一种流行的或者几种流行的趋势，然后往往在后期制作上，比如说一些滤镜啊什么的，它就展现了这时期的流行。比如现在流行暗黑风格，那并不是说所有的题材都会流行暗黑风格的。我在后边我会讲掉色的，讲这个色调，色调就是色调所体现出来的这个情绪感，就是在我们不要完全跟着这个网红的影响，流行什么就把画面呈现什么，我们一定要考虑我们拍摄的主体，他所要传达出来的表达的这个情绪是什么，表达的氛围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来做后期。下边呢，我就讲讲一些这个就是大家经常会提到的，可能就是能够展现出照片特别重要的一个手法，就是构图，如何去构图。其实我们很多就是普通人在拍照的时候呢，就觉得都谈不上就是后期处理，一看这个片子，这个
本来很简单的东西一拍就会，一看就会，但是呢自己一拍就废。其实它的这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不适当、不正确的构图。那最常解决构图的方式就是两种，一个是黄金分隔线，然后演变成了九宫格，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还有就是黄金螺旋线。在古典的艺术中呢，是非常尊崇这两个原理的。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这个古典艺术作品，实际上都是能够蕴含着这个黄金分割线和这个黄金螺旋线。最典型的，我举了这个达芬奇的两个伟大的作品的例子，《蒙娜丽莎》和这个《最后的晚餐》，它就是黄金螺旋线。然后像古典的建筑也都是遵从着这种原理，就是黄金分割比1.618，然后0.618。看像这个古希腊的这个帕特农神庙，也是黄金螺旋线。像埃菲尔铁塔，包括一些很著名的这个 logo 的设计，我们看这个 Apple 的设计，为什么它缺了个口，但是这个设计这个标志看着那么舒服，它就是用大量运用了这个黄金螺旋线的一些原理。包括一个完美的人体，它也是展现出了这个黄金分割线的这个原理。这个是达芬奇的一个，就是这个著名的，就是后人画这个达芬奇对于人体的一个解释，就是这个人伸展手臂能够成为一个方形，然后张开这个手臂，腿也张开，就变成了一个圆形。所以人体它也是蕴含着完美的人体，以肚脐为中心，也是蕴含着这个黄金分割。然后我这里边呢，就是列举了12种常用的一个构图方式，能够给大家一个这个启示吧。也放了一些这个照片、摄影作品来解释这些构图。像第一个就是放射性的构图，第二个就是这种引导线和三角形的构图。因为很多作品它的构图实际上都是复合的，它不是说仅仅是一种构图方式哈。然后像这个建筑物中间有个圆球的，就是用了对称的这个构图，也是用了中心点的构图。像下边这个就是这个夕阳下的这个集市的感觉，夕阳下一个展现集市的，它是散点式构图等等。这里边也是展示了像这个最左边的这个，那它就是这个框架式的构图。然后第二张是展现了一个伟大的这个建筑师的作品，一个代表作，它这个就是中心式的，然后这个对称的构图。这个代表作就是路易斯康，美国的一个伟大的建筑家，被称为建筑哲人的一个建筑师，他的一个作品，这个塞克拉医疗中心。他这个摄影作品非常完美的体现了这个建筑的整个的立意，就是建筑与自然。因为他这个设计他的主题就是如何把这个建筑融入自然，然后他用了太阳光的艺术，所以这张作品非常完美的体现了这个建筑的立意。然后像这个右边的上边就是引导线的构图啊，三角形的构图啊，这个下边呢就是垂直线的构图等等。这里边展示的像左边是圆形的构图，然后中间这个实际上是一个 黄金这个螺旋线的构图。然后这个右边这个残骸，它也是在这个黄金位置的，九宫格里边的黄金位置的。下边这个就是框架式的构图。下边呢，我在讲就是对比的手法，因为我刚才说了，就是运用对比的手法呢，能够创造这个有戏剧性的这种视觉的冲击力，能够让画面